茉莉啊，茉莉，真的你马克吗？不是，那是这群人的。欢迎收看波波接地去，玩具总动员、汽车总动员、海底总动员，你都还记得吗？我们今天准备一些题目要来考考大家，对这些皮克斯动画还有没有印象？走吧。你们讲得出有哪几部吗？皮克斯的动画，怪兽电力公司，飞面的那一部。总天团，给我。总动员，汽车总动员，海底总动员。总动员系列的都是。最喜欢哪一部？哇，一个看起来蛮可爱的。汽车总动员。最喜欢闪电麦昆。没有，我喜欢另外那个老爷子那一台，就是绿色那款的。对，韩总那韩总，他喜欢三角怪还是三角兽？是要说三眼怪吧？还是四角兽？三眼怪，很那很猥亵。你要帮我站出来一点点。什么敌的？哦，对啊，挂在车后面那只。为什么很猥亵？就长得丑啊，猥亵无敌啊，无敌很帅啊，麦昆他喜欢飙车，他改车改很凶。他不会飞耶，他自以为弹头，他可以把眼睛拔下来，然后在看，好帅吧，毛茸茸的，这样就追得到女生吗？不缺啊，你不缺，你现在有女朋友？那个爷爷，哪六个？啊，你有很多气球那个爷爷，这爷爷超可爱。那你呢？还在现场吗？英文的，我吗？我记得他什么书什么的。他们是属于，哎，你好屌哦！他很常被叫到他本名，被他那个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你第一个字是麦克华斯基，麦克华斯基。那你们知道有一种牛排的名字吗？纽约客，菲力。真的好屌，他好厉害，这都没什么人答对。你是什么考试？帮他设计衣服，嗯，什么夫人的？他设计什么就是什么夫人啊？衣服夫人，再少一个字。衣服人，对啊，对对对，什么夫人的？谁衣服人？我不认识。那是哪一部了？那个惊奇四超，是啊，对，那个叫特工队。哦，对，对，全家都姓巴，巴里巴布巴菲，巴巴，他不是建筑师吗？苏菲，什么？给个提示。小杰是他，小杰是那只儿子。小倩，他爸叫什么？包勃不是吗？啊、那妈妈呢？欸，他是手脚会伸长。对。那个叫卢夫吧。只知道闪电麦克。但是我提示第一个字是拖，因为他是拖吊车。拖鞋。拖线。拖线。对，要专访，我们上去看看。不要，等一下我绿叶衬托。我只知道那只老鼠叫小米。小米。不是小米是老鼠，念错。小夫很明显是印象到别部了。小林，哎，你答对了，你答对了。天下女生，这个神偷奶爸，美食评论家伊博，这超难。他超扯，他答对了啦。茉莉啊，茉莉，真的你？尼莫，多莉，多莉，尼莫。哎，没有，仔细看一下他脸上的皱纹。他是马尼克吗？不是，那是这群人的。尼哥有灵吗？有。多莉跟什么灵？你们知道有一种那个泡尸体的药剂吗？马铃，好了，肯德基爷爷，破，这是宫廷剧啦。卡特卡尔，猜对了，哇哇，猜对了，卡尔爷爷，啊，去总动员里面的吗？对，那是小屁孩，第一集的小屁孩，这谁记得啊？阿什么？阿姐、阿美、阿汉啊，那是那个，那谁？那个坏小孩，坏小孩也是那个什么？玩具总动员，玩具总动员，玩阿虚吗？对，你们不记得他叫什么？那你们叫自己男朋友都会叫什么？所以他是跟自己男朋友名字很像，会叫称呼一下。我是不知道你男朋友叫什么。哈利吗？我 ，Darling， 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干嘛这样叫我？飞向宇宙。我的靴子里有蛇，爪子应该是爪子比较好吧？有一句比较长啦，我爪子保护我，你救了我，我也很感谢。哦，对对对，不记得了吗？阿叔，我只知道他就一定会死。他那群鱼不是啊？金鱼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金鱼，金鱼话你会讲吗？你好吗？它绿色看起来很尴尬吗？尴尬吗？那就球球好了。那绿的呢？绿的短头发，蔡英文的。怒怒、乐乐、燕燕、安安、晶晶呢？你全部答对了哎！
老人什么东西也讲不出来。他为什么要找凯尔爷爷？帮助老人。答对了。哦。阿里有朋友。狗吗？老鼠吗？蟑螂。答对了。小强。什么挖渣之类的？挖渣吗？喝是你们学校是考试可以喝酒吗？就是闪电吗？闪电是那个闪电鸟。闪电，闪电，咔嚓，真的哦，咔嚓。那你们有觉得他长得很像一个人吗？对，他长得很像马英九啊，超像的。哪有？我比他像马英九啊？他很帅哎，你是马英九粉是不是？对啊，马英九超帅的。所以你是喜欢这一款的？对。他男朋友像马英九吗？你们怎么一直坐在我后面？你要那么失控？你这男朋友不像马英九，男朋友宅男马英九，没有，男朋友不像马英九。潜水眼罩上的地址，雪梨。我今天就是牙医店嘛。雪梨吗？对，是雪梨。但你记得那串地址吗？雪梨，雪梨什么啊？多利子甲。好，我要公布了。这么近才奇怪吧？